我武松从不滥杀无辜，如今将我逼到这一步，说，是谁让你们加害于我？是蒋门神和江都监，他们让我在这里结过好汉的性命。那蒋门神现在何处？在江都监府鸳鸯楼上。如今那快活林又是你的天下了。小人不过是给老爷看家而已。